好啦，咁咧就第一次學整錶。咁咧嗱，呢只咧手上呢只就7T92精工嘅出品嚟嘅。咁佢到底翻嚟有咩問題咧？第一樣嘢，個計時器嗰只指針咧搭唔準12點嘅。咁啊，研究過一陣咧，就應該係需要調校嗰只錶。咁另外咧就好多花痕啦，個錶面亦都有花痕啦。咁經過研究過一輪之後咧，咁就啱啱先至開始學識點樣去整呢個手錶。第一個步驟就係拆咗條框先。咁呢個叫框，如果唔拆呢條嘢咧，理論上咧成隻錶就拆唔到啦。咁其實每隻錶咧都有佢本身個不停喺裏邊，咁啊睇下今次成唔成功先啦，都幾難拆。好，咁一嘢咧，理論上咧就可以掹一條 ground 出嚟。放埋一邊先。咁然之後咧。看看到不到到到不到輕輕力抖一抖去換了到心心冷酷合力擦出了火花咁整個錶面呢就可以拿出來了我們處理好放下位置再參透好啦，咁今日咧就最主要咧想拆呢一個玻璃嘅，呢個咧本身係 crystal 嚟嘅，但係咧因為用得太耐咧，通常啲玻璃嘅表面咧都會花啦，所以要首先拆咗佢出嚟，換個第二塊，咁啊度翻個直徑先，咁再訂翻塊玻璃翻嚟。首先揀好了這個 size 先，我希望一次成功了。好，那塊玻璃應該出來了，那塊 crystal。咁只需要拆到呢個 crystal 咧，就可以咧知道佢到底用緊幾多 mm 直徑嘅 crystal 啦。咁我理論上咧，我下次換咧就應該換一塊藍晶玻璃。31。咁個厚度咧？1.36, 1.37, 31, 都幾準。好，咁咧就可以網上訂翻塊藍晶翻嚟啦。